好，下半场侯队的球权，胡祖威把球传给了邱胜翊，邱胜翊又是往左边路跑，面对吴飞的防守，东晃西晃，然后转换方向往右边跑斜线 touchdown。现在红队把分数给追平了，双方6-6平手。是邱胜翊简直像猎豹一样在场上啊，真的是没有人拦得住他哎。好，蓝队来开球，球交给黄品浩。黄品浩这边出来拦截，没有看得到，没有抓到，但是抓了两下。黄品浩 touchdown。刚刚黄品浩在中间一度还有点担心自己袋子被抓到，对，所以还停顿了那个两下这样子。那个停顿反而是他变打换速啊，哇，他像泥鳅一样啊，突破人家抓他的袋子。女生加一个 S 型的跑步姿势哦，不知道该怎么躲避。蓝队取回了7-6，右边球，右边球，一个翻身，右边，右边。胡世安也是跑斜线 touchdown， 赢了不要急，慢一点赢了。目前呢，红队的阵容又有所变换哦，胡世安先下场休息，换上了王庭筠。目前蓝队压上了，压上了，双方呢是以7-7战成平手。吴飞面对于徐蒙俊。哇，躲过了徐梦俊的那个，哇，过了三个人，哇，那个一次，结果最后是被王庭筠呢 tag 成功，终于挡下了吴飞。防守开始，不要急，慢一点，大家退，哎，拉退啊！我居然打进去，这样的进了，王品浩，真的，他这样，王品浩个人已经拿下了5分了，对，也是今天的得分王啊。目前蓝队以1分领先，不过是红队的球权哦。我来，王庭筠，王庭筠，他眼明手快，手指不要动，一把抓下了他，带个到了，小猪上去，好，再来王子邱胜翊，左边勾了，左边勾了，手传徐蒙俊，徐蒙俊。徐蒙俊，哦，又是踏着凌波微步啊！徐蒙俊得分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红队换人，邱胜翊也退场休息，换上了胡世安。加油，加油！林颖乐，林颖乐要往前冲，没有抓到，但是林颖乐他加油，到底在本身得分。对，林颖乐。轻巧，刚刚胡祖威跟艾威都有试图阻拦他，但是呢都没有逃过他的凌波微步，让他神功打准。我飞平哥，平哥，找人。哎，小猪好棒，小猪好棒，加油！距离比赛结束剩下3分30秒，蓝队目前是9-81分领先。徐蒙俊。Yes！ 哇塞，小猪！秒！继续，继续！继续！蓝队，有飞！蓝队给 tag 成功，抓下了。已经是第三次 tag 了，不过已经非常靠近达阵区，艾薇。第二，三八二八大袋子，大哥有银行袋子，之前就开始进攻，所以这一次我们算一次配，现在是第四次进攻，不对。还有还有，哎，现在呢，红队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距离达阵区大概还有6公尺，对，所以蓝队已经守成了一堵人墙，关系收起来，时间剩下最后的2分50秒，目前蓝队是9-8领先一分。哦，胡世安，哇，胡世安，一个华丽的姿势 ，touchdown！ 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这一分非常关键啊！红队把分数追平了，双方9-9平手。杨奇煜。带球顶住，哎，抓到了，防守回去，防守。胡世安成功的 tag， 防守，防守，防守。哦，王敏浩，哦，面对徐蒙俊，只要过人，过人的敏浩，结果被祖威给一把抓住了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哦，祖威这一关他没有闯过去，不过他其实已经演过去了。大概有10公尺，往前。对，但时间剩下最后的1分49秒，
双方目前战成上战情非常焦灼。王品浩被徐谋俊给抓下来，不要往前压，走了，跑大一点，跑。好，王品浩，王品浩又是剑走偏锋，一个斜线啊，10-9，蓝队再次领先一分。这时间剩下最后的1分19秒，红队这边阵容有所变化哦。王庭云先下场休息，换上蓝队长王子邱胜翊。防守，把握进攻，把握进攻。好，红队兄弟11分落后。对，马上传给胡世安。胡世安这边球只能够往后传，艾薇再往后传。哦，传给了邱胜翊，邱胜翊是拦不住的男人。你看蓝队是多紧张啊！漂亮的传球给徐茂俊，被吴飞给 tag 了。已经找到了林颖乐，抓到了。哇，林颖乐又一次 tag 成功。林颖乐真的是战力很强哎。哦，胡世安，胡世安，哦，这边王品浩正成功了。王品浩在最后一秒好像也 tag 成功了胡世安。哇，那已经是剩下12秒钟，剩下12秒，红队有没有机会打针？钻进去，吴飞给抓到了，吴飞抓下了徐谋俊的 tag， 最后一套球掉了。